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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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来看课本，第十三页，现在讲到释迦牟尼佛，那么出家，夜半于城，就是在半夜，那么出城，他说。行十二由旬到跋伽婆仙人所住林中，以刀剃发，以善妙宝衣，冒出不生伽梨。好，我们来讲这一段。他说他骑着马那命令这个车笠车笠有时候在经典里面也叫禅陀那说就让他一个人，那么驾着马车。通常是马车那么这里只讲到白马马，那么也有可能就只有骑马一般来讲是有马车在半夜的时候那么出城，那也有说到他要出城之前先去看耶稣陀罗跟罗诃罗就是在要出城之前先去看了耶稣陀罗跟罗诃罗，那他们还在睡觉就半夜了嘛。然后看了一下他就直接跟这个车笠讲这个出城了。那么一般来讲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他有跟车笠说要往哪里去一般就是说没有，就往一个方向一直走那走到这个天明就是从半夜一般就是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是我们中国就是子时那就是这个一直走走到天亮那叫车辆回去，叫车笠回去，走多久走多远这个各个经典讲的不太一样但是他说这个大智论讲的是十二由旬，那由旬这个词我们要注意，只要在印度讲到数量或是单位数词这个词，那么在可能各个地方各个年代可能表示不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讲里一里一斤那么在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可能就不太一样那在印度这个数词就是到底具体是多少可能也不太知道不过因为距离是固定的，他说十二由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印度的地图了那因为一由旬在玄奘的时代，在龙树的时代，在佛陀的时代可能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它到底是从哪里走到哪里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地图，这个是我照那个印度佛教史的那个地图稍微画的了。那迦毗罗卫在这里我们看见迦毗罗卫在这里那这个是他出生的地方蓝毗尼但是他出生完就回迦毗罗卫了。那么毗舍离在这里这个是以他的城市，但是他照理讲这个整个村是蛮大的可能他的范围是不晓得是多大，我们不晓得那这中间有隔一条恒河这算隔一条恒河，毗舍离跟王舍城中间摩揭陀国中间有隔一条恒河。好，那这里他说是在罗摩村旁边有说跟可能悉达多要出家之前大概就打听好了也有人跟他讲，也有可能因为他有这种有一个说法，就是他跟车笠讲你往罗摩村的方向去那因为在罗摩村附近他说在有住了一个跋伽婆仙人，那跋伽婆翻译叫做瓦斯基本上是这样了
那这个仙人意思就是修行人啊，都叫做仙人。所以五比丘有时候你看经典上也讲做五仙人，五比丘啊也叫做五仙人。那什么什么仙人，什么什么仙人啊，阿斯陀仙人啊，那并不是我们中国里面的所谓的仙人啊，不是。他意思就是啊，就是说修行人，修行到有一个程度的人啊，有时候也叫仙人。那佛也叫仙人啊，大仙人啊，古仙人啊，就古仙人就是古佛嘛啊，所以这个仙人的定义有时候不太一样啊。那古佛叫做古仙人啊，那佛叫做佛，有时候也叫大仙啊，仙人啊。那但是像五比丘，他有时候像说称作五仙人啊。那算命的，那么有一点成就的，他也叫做阿斯陀仙人啊。所以这种仙人的定义有时候不太一样啊。但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啊，一个修行有成就的人啊，他就是给他一个称呼叫做仙人啊。好，那到跋切婆的婆，跋切婆仙人的住处。那据说那边都是修苦行的啊，他有描写很多苦行啊，啊不吃饭啊，啊只吃菜啦、啊，反正很多种了、啊。那这个跟后来修完禅定六年苦行的地方又不太一样，啊又不太一样。不过印度本身就很多修苦行的，那这里通常只停留一天一夜而已，只停留一天一夜而已啊。那六年苦行那个地方是停。住那边大概五六年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是苦，但是他这里也是修苦行的。那他说这个行十二游行，那十二行到底多久我们多长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如果从马车啊，因为一游行是马车走一天的距离，不过这个是后来他们研究的啦，但是他不可能走十二天啦，释迦牟尼佛不可能走十二天，一般就是走一天啊，通常就是你也不到一天啊，半夜走嘛，走到白天嘛。那白天基本上就是大概，如果我们说冥想出来，好，那给他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啊，从他十二点开始走好了啦。好，我们就稍微算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嘛。不过如果是走一天的话，啊，那么就是我们说汽车如果一天的话，大概普通开啦，就一小时时速六十公里啊，就是我们现在六十公里嘛。啊，一天是六十公里，那一个小时是六十公里了，十个小时就六百公里，啊，那如果说释迦佛悉达多了啊，从早上一点走到，从晚上一点走到六点啊，给他走六个小时，多一点八个小时好了，啊，八个小时，那么汽车六十公里，马车没有那么快啊，不过如果骑马的话也可以很快哦，啊，如果骑马快也是很快，但是不可能那么快啊。一般就给他四十公里好了，一小时四十公里啊，也两三百公里哦，啊，那如果走六个小时，就是也两百多公里，一两百公里大概有啊，那就是说这个马车啊，马车走三十或四十公里啊，一个时速了，二十到四十啊，如果快一点，马车没那么快，马就比较快了啊，那但是他基本上在毗舍离这附近，那我们不晓得在哪里啊，这个是市中心嘛，但是他地方大，我们不晓得在哪里。啊，这里过去就其他那个，就有一条恒河，这里有一条恒河，那这个大概可能在这里啊，啊这附近啊，大概可能在附近，那么就是从迦毗罗卫啊一直到，反正就在这个范围，毗舍离这附近这个范围，啊，那么走了大概五六个小时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就到这里来拜访这个婆切婆仙人，啊，我们不晓得在哪里，我们就在，我们假设在这里好了。那这里是居士那啊，这舍卫城，舍卫城跟王舍城离很远啊，舍卫城跟王舍城的。那佛陀最初成道就是在这里，啊，这个是迦叶城，迦叶就是后来在那边成道叫做菩提迦叶嘛，后来再叫他菩提迦叶啊。那他首先是在毗舍离见跋切婆，然后又在这里跟着两位，因为他一天就发现到这些，后面就会讲。后面发现到说这样的修行不是办法，无有是处。后来就去问人家，就跟他介绍到那个阿罗罗迦兰跟玉陀罗摩罗子，这两个都是修禅定的，啊，就是佛陀时代比较流行的两个解脱方法，一个就是修定，一个就是修戒，我们叫苦行啊，啊，苦行是重戒有定，瑜伽是重定也有戒啊，但是就是重定跟重戒的不同。啊，基本上就是这两派主要了，瑜伽跟苦行，瑜伽师跟苦行师啊。
那瑜伽是重定的，以定为解脱的。那么苦行基本上是重戒啊，那么戒里面佛法里面吸收部分的啊，就是苦行里面部分的陀陀行。所以后来的修行就是以戒定，然后再加上佛陀自己体会的慧，就变成修行啊。那戒定并共世间的，那么是从佛陀的修行经验来啊，就是他首先去婆伽婆那边，但是一天而已。后来去这个重定的啊，吞州是素论的啊，那么阿罗罗迦兰跟玉陀罗摩罗子，那一个得无想定啊，有的说无所有处定，一个得非想非非想处定啊。那在这里两个人住了多久不知道啊，因为没讲，因为一般来讲就是一般的说法就是佛陀成佛前六年苦行。那其实六年是把这些包括进去的，把他修禅定的时间也包括进去啊。但是佛陀因为他还没有啊，我们看那个佛传里面，佛陀还没有出家以前，他已经有出禅的经验了啊，就是他以前观根啊或者怎样，他已经有出禅的经验了啊。那所以他再去修这个跟这个阿罗罗迦兰啊，阿罗罗迦兰跟玉陀罗摩罗子，那这里啊，这里比较，因为这里主要不是在讲这个，这里主要是在讲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经》啊。那其他的后面也有时候也会讲啊，跟这个仙人还有玉陀罗摩罗子、玉陀罗啊罗摩子、玉陀罗摩子啊，有些讲玉陀罗罗摩子、玉陀罗摩子啊。啊，就大概了，音译而已啊。那跟这两个仙人修禅定，那修完了，后来也没办法得解脱，后来才去又去苦行林里面啊。那这里也是苦行林，这里也是苦行林。不过他修的苦行可能不太一样啊，就是都是修苦行啊，种种的苦行啊。后来佛陀成道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人普遍认为吃苦才能解脱。苦行就是修行，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苦行就是修行，你不修苦行就是不修行。所以你看那个释迦佛后来放弃苦行的时候，五比丘就看不起他了，啊，就是认为他放弃修行，所以就背弃他而去了，啊，也是就是这样，啊，那这种观念其实在现在还影响着我们，我们总认为，啊，吃苦就能了苦，修苦行就是修行，啊，但是累劫的苦行非涅槃因。啊，我们说过，佛法不是教我们吃苦，佛法是教我们离苦啊。这个观念要知道，但吃苦不一定能够离苦，但你说不吃苦也不一定离苦。离苦不重点在吃不吃苦，重点在有没有断烦恼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些人就认为啊，你一定要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住得不好啊，那么那个才叫做修行，不对。那么吃不好、住不好、穿不好，啊，那个你是刻苦耐劳，有帮助你修行，但不是这样就能解脱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很多人会误会了，会误会了啊，所以我们先修这个了啊。那从这个迦毗罗卫，他肯定是从这里出来啊，然后到哪里？他中间大概走，我们说过大概就是走一两百公里吧。我们现在的公里数了，因为马车嘛，马车你。一个小时给你走三十公里或四十公里了啊，你走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啊，大概这样了啊。那这个往这边走啊，然后到后来在这里，在这个阿罗罗迦兰跟玉陀罗摩罗子也都在毗舍离这附近啊，都在毗舍离这附近。后来没有，才到王舍城来啊，才遇见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说要王位让给他。他没有啊，就从这里啊，然后在附近这里啊修苦行啊，那么就王舍城这边有修苦行，那苦行没办法了，后来他才走啊，过泥莲禅河到这里打坐啊，发愿如果没有成道我就不起来了，然后就在这里成佛啊。他就是从王舍城附近的苦行里，然后走到就走不远，过泥莲，就是在泥莲禅河，不是过泥莲禅河，在泥莲禅河洗澡啊，就把他的身上污垢洗干净，然后在这里就成道。那成道
陈道本来要去度两个老师啊，那后面会讲到，就是他本来不说法啊，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我们先大概讲一下，然后后来这个两个老师都，这两个修禅定的都已经升天了啊，升到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没有办法度了，可以度色界，可以度欲界跟色界的天，但没有办法度无色界的天，啊，因为无色界已经进入那一种很高深的禅定，很难啊，没办法啊，所以就去度五比丘，到鹿野，那个时候五比丘住在鹿野院，啊，波罗奈城的鹿野院，所以就去度五比丘，啊，然后后来啊，在竹林精舍，王舍城的竹林精舍盖这个王舍城盖竹林精舍，然后之后悉达多来王舍城的时候，然后正果了，听佛说法正果，又回舍卫城里面啊，买一块地啊，就盖在舍卫城里面又盖精舍啊，大概就这样了啊，就佛陀的时代都在这个地方而已，没有超出这个地方，很小，其实不大。那印度是很大的，印度是一个倒三角形嘛，南印度这边基本上没有，那所以这个有些是所谓的东方跟西方的文明啊，大概这样。好，就是我们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他说到跋伽婆仙人所住林中，以刀剃法。好，那他的刀怎么来的啊？那悉达多本身没有配刀，就是说他配刀是那个车尼啊，因为他的侍卫，他是他的随从，要保护他的，所以他车尼的腰间有挂一把刀。那么根据记载是释迦佛啊，悉达多太子把车尼佩戴的这把刀啊，那么来剃他的，因为他头发可能是留蛮长的，就把他的头发先割掉，但是那个刀没办法剃啊，所以他后来找了一个所谓的剃发的净法师啊，是这样的。然后把他的那个胡须跟那个头发都剃了，啊，因为我们好像都没有看过释迦佛光头的样子，我们看的都是法髻的。那我们说过，这个其实是菩萨像，有法髻的其实是菩萨像，菩萨像其实就在家的，啊，就是说他有头发的。那么出家基本上是没有头发，这个是当时的沙门，基本上都是剃发的，然后剃须，有些剃须啊。好，那么剃尽须发。好，那这里有讲到一个说帽生茄里。好，那这里要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个翻译有时候会让我们误会，佛陀那个时候还没成佛，没有所谓的一般我们讲三一，一般我们讲三一，玉陀罗、安陀会跟生茄里。好，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因为这里说帽生茄里，我们会误会佛陀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生茄里，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生茄里啊。一般我们的生茄里就是会讲说九一嘛，五一、七一、九一，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这种五一、七一、九一这种规定。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个一啊，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一蛮有误会的啊。好，他说其实就是跟那个猎人换袈裟了。那袈裟也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定的说佛教有特定的衣，没有，袈裟就是比较不好的衣而已，坏色衣，坏色就是颜色没那么鲜艳，就是一般人家穿的粗布的衣啦，披着的衣而已啦，因为猎人也不是出家啊，所以他是跟猎人换袈裟啊，是这样讲的啊，他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的衣是换比较不好的衣，因为释迦牟尼佛穿的衣在印度比较好的衣叫做迦斯那衣，就是迦斯国制造的衣，有一点像丝绸这样的衣。那释迦悉达多太子身上穿的衣是迦斯那衣啊，就是迦斯国出产的那种非常好的，有一点像中国的丝绸这样啊。所以他出家不能穿这样好的衣服啊，所以他就路上遇见一个猎人，猎人穿上的布就是一块布而已嘛，然后披着，然后比较不好的布啊，然后释迦佛就跟他换来，用他的衣跟他换，啊，因为车尼已经回，车尼后来告诉他之后就让他回去了，啊，或是说他也在，然后他穿的衣也是好的衣啊，啊，但是就是后来跟这个猎人换衣了，换布了，啊，他把那个很好的衣给猎人，把猎人身上的衣，啊，所以他这里说是帽生茄里啊，就是帽粗布生茄里，其实就是粗布比较粗。
就是它品质没那么好，它颜色没那么鲜艳啊，通常是这样。那后来佛教基本上沙门都是这样了，沙门都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的衣就不一样哦，有些主衣、酒衣那个衣就很好哦，啊，那个是整块布的、哦、啊。等一下我们先来讲一下衣这个问题啊。那通常是这样啊，我们把这个衣的稍微概念呢、啊、稍微说一下，通常是这样啊。通常三衣、啊、叫做安陀会、郁多罗跟僧伽里、啊、那还有后来还有一个主衣、啊、安陀会、安陀会、郁多罗跟僧伽里，因为这里翻译是翻译僧伽里，那我们会误会、啊、那个时候就有九衣了，没有，那时候没有九衣，佛陀都还没成佛、啊、安陀会、郁多罗、啊、跟僧伽里。那这里讲的是僧伽里嘛，那你不要误会啊，你不要误会，就是这种僧伽里啊，不是啊，悉达多太子只是跟人家换一块布而已，比较不好的一布啊。那一般我们会把这个啊，一般我们会把这个叫做五衣，五衣就是五条衣啦啊，这个叫做七衣。那这个七衣是后来才有的啊，这割节嘛，割节衣啊。割截成五条、七条跟九条，那后来还有所谓25条、21条的、啊、非常多了、啊、就变成主衣了、啊、那但是割截衣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割截衣是至少在佛陀成佛之后第七年才开始有，至少第七年之后才有割截衣，第七年以前是没有割截衣的，因为割截是割成一条一条、啊、比如说五条、啊、然后还要给它做有些要割最少要割五条、啊、那么这一块一块叫做福田衣，那么把它割截成一条一条，为什么还要这样、啊、就一块布为什么要割截，防盗，那时候的衣是很珍贵的，所以常常要衣不离身、啊、你要洗澡那个衣要脱起来要放在手拿得到的地方、啊，一下子就没有衣啦，因为被人家拿走啊，因为你身上穿得太好，穿得太好会被人家抢走啊，若失衣啊，常常会失衣啊，那你没有衣就很麻烦，要不就是裸体，要不就是穿在家的，要不就是穿外道的，那你都脱剥就很麻烦了、啊、那我们等一下来讲衣的作用啊，那先讲这个，那这个是后来变成有所谓割截五条、七条、九条，这个是后来才有的，那一开始是这样啊，一开始就是佛陀时代了啊，那一开始佛在的时候没有什么，它就是一块布而已，一块比较不好的布，就叫做袈裟啊，袈裟衣。好，那一般来说这个五衣，这个安陀会叫做坐物衣啊，郁多罗七衣即入众衣，入众就是、啊、大家一起听经啦、啊、听戒啦、啊、那么这种在大众里面的、啊、这个就是七衣，这个就是郁多罗啦、啊、那个时候也最早还没有所谓五衣、七衣、九衣，没有这种、啊啊、这个是五衣、七衣、九衣、啊、就五条衣、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啦、啊、五衣、七衣、九衣。那这个僧伽里后来叫做众衣，或叫做杂碎衣、啊、就是比较厚了、啊、那它是有很多旧的布拼成而成的、啊、杂碎衣、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最早只有一几重几重的问题，就是因为不同的布拼凑起来的啦，
啊，那么九义基本上就是比较两重的啊，两重或四重的。如果依这个圣严法师他研究的就是说，如果是旧的，那么就是如果是旧的旧衣拼凑的，那么这里就是两重，这里是四重。那么如果是新衣的话，这里就是一重，这里就是两重，就是两倍啦。如果新做新衣的话，那么五衣跟七衣啊，那么就是一重啊。那它是比较长啊，就是比较长比较短不太一样而已啦啊。那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义。那因为这里讲到用他的加持那义跟人家换僧伽礼，那一在家里哪有僧伽礼啊？没有啊，啊，那列斯哪有僧伽礼？没有，所以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而已啦。因为所谓的僧伽礼代表沙门的衣服啊，但是那个列斯也没有沙门的衣服啊，所以他只是所谓的袈裟了。所以这里讲的僧伽礼只是所谓的袈裟，那这个袈裟只是坏色衣，袈裟只是坏色衣的问题而已，跟在家出家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这样才不会误会，不然他去哪里跟人家换那个僧伽礼啊？没有，他不是僧伽礼，他的僧伽礼是袈裟的代名词，袈裟是坏色衣的代名词。那么坏色衣，你穿的。穷人穿的也是坏色衣啊，啊，就一般的人穿的也是坏色衣，只是这样啊。那这里是入众的时候说法，那听法的时候，这个是比较乞食啊，出外乞食，出聚落乞食啊，托钵乞食，或在说法的时候啊，那么穿的。那通常这个就是三衣。那戒律里面常常讲三衣不离身，三衣不离身，因为。他身上就穿这三件而已，他离身他就没衣服了，或是怎么样，他离身就变成外道或在家的了，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北传的不太一样，北传的穿的长衫啊、中褂啦、啊、短褂啦、啊，那他没有做成样式，他就是一块布，不管是五衣、七衣、九衣，都是一块布，啊，披着而已，只是这样而已。他颜色不能，他的规范就是数量不能太多，颜色不能太鲜艳。那这个质量不能太好啊，只是这样而已啊。那衣的作用啊，衣的作用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衣有一点作用不太一样，像我们也有三衣，五衣基本上是没在穿的，通常都穿九七衣啊，比如上殿披的那七衣。那我们还有这个长衫呢，如果依佛陀时代来看啊，像我们现在穿的这个长衫就有一点像九衣啊啊。那这个一般穿的啊，比如说我们还有裤子啊，还有短褂啦啊，这个有一点像五衣。如果在泰国的话，那么你的下裙就是五衣啊，那你在披的那一件就是七衣。但如果佛陀时代的话，佛陀时代的话啊，那么基本上它就是一件衣而已啊，就是一件衣啊，比较短一点的那个叫五衣，长一点的叫七衣，那厚一点的叫做九衣，它就是这样啊。所以衣的作用啊。我稍微给他分析一下，就是衣的作用，基本上衣就是四种作用而已，跟我们现在神圣的概念啊，要上厕所要把衣先卸衣，那你不能卸衣，你就三衣穿在身上了，没有其他的衣了，跟我们现在啊，还有裤子，还有长衫不一样，还有短褂，还有中褂，啊，中褂是后来太虚大师改革发明的了。叫做太虚褂啊，大陆现在有的也没在穿中褂，那所以以前就是短褂跟长衫啊，那这些也是改革的啊，就印度没有像我们做成这样的，因为麻烦啊，因为它就是一块布，简单。好，那衣基本上最重要就是四个作用，别身份啊，后来就是外道穿的颜色啊，然后佛教穿的颜色，那么你穿这个，人家就知道你是沙门。你穿这样，你就知道你是沙门。然后剃，因为它有一个样式，就好像我们的制服啦，啊，你穿这样，你就知道你是警察，你是邮差，你是护士，你是法官，你是医生，啊，大概你怎样穿，大家就哦，看到你这个衣服，大概就认定你的身份是什么。那首先他知道你的是沙门，啊，你穿这样是沙门，啊，然后你是佛教的沙门，啊，通常这个他最重要就是别身份。
啊，所以你那个衣它有一定的颜色，就是不能太鲜艳了。通常它不是有一定颜色，就是说它有规范你不能穿什么啊。那如果以我们戒律来看，基本上就是青黑木蓝嘛，啊，通常是这样。好，那个就是没有，不是正色，不是鲜艳的颜色了，跟我们现在那种主衣啊，穿得很鲜艳啊，大红大紫那一种，还有镶金边的啦，哦，然后还有绣龙绣凤的啦，那个照理讲，那个照理说哈，那个不如法，不合乎袈裟的定义。第一个不能鲜艳，第二个品质不能太好。那有一些主衣做的，有些主衣做的很讲究、哦、啊，然后几条几条，还有镶金边的，绣龙绣凤啊，那些其实从第一个从修行的概念来讲，它就是要你离对世间的爱染，色身香味触。那这个颜色上太鲜艳啊，然后会人家讥嫌穿得太好，所以他告诉你，如果完全是禅师做的那个不行，要杂野缠绵作衣啊。那基本上他就是不要让你贪爱，这个都是，这个不是重要的，它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别身份啊，它不是要让你庄严的。但我们的衣现在后来变成要庄严了啊，那越漂亮越好，然后越庄严越好啊。那其实不是，它重要就是别身份。第二个就是遮身丑啊，因为你没有穿，因为当时有苦行外道裸体的啊，耆那教有一些是裸体的啊，那么就是你没有穿不好看，要不然也可以不要穿，不没有穿难看啊，叫遮身丑啊。那第三个就是防蚊蝇啊，你没有穿衣呢，蚊子叮啊，那个怎么跑啦、啊，其实也障碍了啊，或是说它其实就是这样啊。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御风寒啊，很冷的，所以有七衣九衣嘛。哦，真比较冷，还要再加一层啊，还要再加一件啊。就九衣就是重衣，就是比较厚的衣服啦，天冷的时候穿的啦啊。那么平常也是可以御风御寒。大概衣的作用大概就主要就是这四个，最重要就是别身份啊。你穿这样出来，像我们穿这样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出家人嘛。啊，你头发长一点，人家还知道你是穿出家人。那其实是这样的，或者有些出家人没有剃胡子啊，但是他还是穿这个衣服，人家还是知道他是出家人啊。那大概就是剃头啦、剃胡须啦，那么穿这个出家，像我们这样。这样虽然不在三义里面，但实际上它就有这种作用了，啊，它别身份遮身丑防蚊蝇御风寒，通常是这样啊。好，那这个是所谓衣啦，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衣的作用啊。那因为这里是说到这个，他说以上妙宝衣冒出布身且礼啊。那我们不要误会，这个身且礼就是我们的九衣，不是，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九衣，连五衣、七衣、九衣这种概念都还没有啊，都还没有。好，所以这个是所谓衣的，这样稍微说明一下啊。那后来有所谓的主衣，我们这个也讲一下啊。后来的主衣是皇帝啊赐给你的，因为你这个人有修行。那么皇帝认证叫做国家认证的啦，那国家认证你这个人有修行，所以颁给你一种荣誉。那当时的荣誉有几种，一个就是赐你一个牌匾啊，挂在你的寺庙前面，一个赐给你一个名号，有一个名号啊，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大宝法王，你是什么什么，前面有一个名号啊，就是赐给你一个名号，这个名号是你专用的。另外一个就是赐给你一件衣，那这种衣什么颜色要看当时的皇帝，这些颜色只有皇帝能穿，或者是只有贵族能穿。那你没有到那个，你因为颜色是有限制的，那这个颜色只有皇帝能用，或是只有几品以上的，三品以上或几品以上的这个受封的人能用啊。那为了表彰你的功德、你的殊胜，他赐给你这个颜色的衣袈裟可以给你穿，所以有所谓的紫袈裟、黄袈裟、红袈裟，啊，那个主衣有不同的颜色啊。那最早像现在我们普遍都是
红色的，主翼是红色的。那么这可能跟明清或是南北朝有关系啊，但是也有些是紫色的啊，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你看，它就是紫色的、啊。那有一些是看那个时代了，看那个时代，它这个颜色是不是随便人可以穿的？那么皇帝赐给你这样的袈裟的颜色，后来你这样穿出来，就表示我是国家认证的，那个分量不一样啊。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为了表示啊，那个族法的，或是表示大家分量，大家都穿主衣。那这个其实第一个，我们先讲啊，这个主衣是皇帝赐的，袈裟、三衣、坏色衣，这个是佛陀赐的。佛陀赐的跟皇帝赐的不一样啊。那么皇帝赐的是在佛陀赐的之外，那么特别表彰你的功德，那么给你一件只有贵族或是只有特别身份才能穿的颜色的衣，那个衣都很好啊，那个衣都很好，质量很好啊，所以后来才有主衣。那现在就变成为了表示这个人啊，那每一个人都穿一件主衣啊。但是如果照律来讲啊，主衣的这种红色或是紫色的啊，那这种正色的衣其实是不如法的。但是因为啊，就变成一种习俗，这样穿表示隆重，表示庄严啊，表示慎重啊。后来就是啊，很多你就看很多一整排的主衣。那照如果那个一主衣的设置，就是说你能够得到这样的衣服，这个衣服是表彰你的修行殊胜，那个是很少的。所以你这一件穿出来，就表示哇，你这个人的分量不一样啊。那现在因为每个人都穿主衣在。就是那个主法的，不管你是谁啊，完全做一件都有一件主衣嘛。那以前的主衣是买不到的，你也不能随便穿啊。那个要是国家认证的，那但是现在就是啊，你有钱，你就可以做一件主衣来穿嘛，买一件主衣来穿嘛，就变成是这样了啊。那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了。但佛陀时代没有主衣这件事，只有袈裟三衣啊，三后来有三衣啊，五衣、七衣、九衣。那通常都是穿两件而已，五衣、七衣啊。那要出去的时候或天气冷的时候就多一件啊，其实是这样。那像泰国他们的舞衣就变成下裙嘛，就包在下面这一块叫做舞衣，那披着那一件叫做七衣啊。那然后你再出门，那有时候就穿两件而已。那出门的时候就是那个七衣是七衣，或是直接穿九衣。七衣是附肩的啊，就是你要出去托钵，你就覆肩；那你在里面，你就露肩啊，就大概这样啊。那九衣基本上就是给你替换的，或是你比较隆重的也有了啊。那通常天气冷的时候披的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对衣，因为我们现在的衣跟佛陀时代的衣的概念不太一样啊。我们现在这个衣已经比较有，像我们现在。你们就没有穿大衣啊，我们叫做没有大衣。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衣，如果依佛陀时代来讲，它就是主要可以说这件可以类像九衣的，类像九衣。但是从戒律来讲，它变成也有一定的格式、一定的形式啊。但是衣在当时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这样啊，主要作用这样。那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别身份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大概先知道。那后来有几条几条啊，那个是变成越多条越殊胜啊。那也甚至有25条的福田，你这个人福德越大越多条。那其实不是，那通常是越多条，就不是你用越多的布拼凑起来的啊，就是也没有钱嘛，你要去捡其他的布嘛。以前的衣不容易得到，不是像现在啊，那个纺织业发达啊，这个衣到处有啊，没有有些衣就是丢掉了。以前的衣很多都是粪扫衣，最早要粪扫衣，要去哪里？要去尸体啊，人家丢掉的那些布啦，不要的布啦，包尸体的布啦，啊，包垃圾的啦，包大便这些布全部洗洗干净，然后用染色，青黑木染是染色的意思哦，青黑木染是染色的意思，青是用矿石或是铜类似这样去染色，啊，那黑是用灰。用那个烧掉的灰去染色，啊，那木染是用树枝去染色，啊，其实是这样哦、喔。
它并不是青色、黑色、木蓝色，但是就是染色了，也有了啊，就是用这样去染色，染成坏色，啊，原来的意是这样哦，啊，青黑木蓝啊，你用那种矿，啊，那它会可以染色嘛，啊，或者是用那个灰，啊，树烧下来的灰，啊，或是用那个树枝啊叶啊去染色，染成坏色，不要那么鲜艳的颜色，那么就可以穿，通常是这样的，啊。那因为以前都要收集那些旧布或是碎布，一块一块小块的，那把它拼凑起来。那这个是不同颜色的布啊，不同颜色的布你不能穿花花绿绿的啊，所以要染色，要染色，染成坏色。你不能染成像这么鲜艳的黄色也不行哦，像红色也不行哦，像这种就比较不是那么鲜艳的颜色。像你们穿的呢，有些是灰色啊，那有些是褐色啊，那这种都不是那么鲜艳的颜色。啊，那这个其实是一，就是它就是数量不能太多了，就三件了，啊，质量不能太好了，颜色不能太鲜艳了，啊，通常就是这样而已 啊。那这个是我们说到，就讲到，因为这里讲到神且礼啊，我们就稍微顺带说到，好，所以说冒初步神且礼啊，就是质量不那么好的了，因为那个是一般的人，猎人在佛陀时代是旃陀罗的。就是那种打猎的那个是旃陀罗，啊，就是做杀生业的，首陀罗也是。那首陀罗底下还有旃陀罗，比首陀罗还不好的人叫做旃陀罗，通常都是做杀生业的或是除粪的这一种，啊，就是阶级更低的。一般他们就是四种阶级嘛，啊，就是婆罗门是最高的嘛，然后刹帝利嘛，一般的平民叫吠舍嘛，贱民其实就是达罗韦图人啊，就是他们的原住民啊，比较黑、比较矮一点的，可能是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就把它贬为叫做首陀罗。那首陀罗里面还有比首陀罗，连首陀罗本身都厌弃他的，就是看不起他的那个叫旃陀罗。那旃陀罗就是像打猎啦、杀猪啦、啊除粪啦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就是旃陀罗。那佛陀如果依这个本行集经里面，佛陀那最早的那一件衣是跟猎人换的，啊，那个是旃陀罗。啊，但是他们的穿的衣就比较不好，比较粗，品质比较差，啊，那比较不好。好，所以啊，说冒初步生且礼，其实就是换一件比较不好的布啦，啊，就袈裟衣，他披着而已了。好，那么这个中间当然还发生很多事啊，但是他没有写，他后面会有啊，那我们就顺着他的经文看就可以了。啊，他说以泥年禅和策六年苦行啊，那我们刚才说过，他这个晚了之后，他没有直接去泥年禅和旁边的苦行林啊，没有，他是去找那个大概在王舍城或是毗舍离这附近那边啊，那么找玉陀罗摩罗子，因为他要离开之前有人跟他讲啊，如果你不适合这样的修行方式，或是你可以去找谁啊，就跟他讲，叫他去找那个阿罗罗迦兰啊，那么去跟他修啊，那悉达多也去了，去了之后很快就修成了。我们说他，所以他在修到飞翔飞飞翔的时间，如果照理来讲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有可能就是没有几天他就修成了啊，没有几天。第一个是他曾经有过出产的经验啊，第二个就是他非常有决心，非常用功，他出来就是要修行的啊，所以可能很快的时间啊，从初禅，因为他以前已经有初禅的经验，那么他要到四禅，然后到无所有处啊，阿罗罗迦兰是无所有处定，那得了无所有处定，他去找那个玉陀罗摩罗子，因为他觉得这样也不是解脱，去找玉陀罗摩罗子啊，那么他就更快了。所以照理讲，因为这段他没有写。这一段大概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啊，快可能一个礼拜啊，那慢可能就是一个月，再慢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所以通常都说佛陀成道以前六年苦行，只是这样。这六年其实盖刮了他去拔切婆那里一天，然后去玉陀罗摩罗子跟阿罗罗迦兰那里多久不知道，因为经论里面好像都没有讲到，有讲到这两个人，但没有讲多久啊。然后后来就是六年苦行了啊，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那他说在泥年禅和半啊，
那么尼念禅额办在迦叶城附近，啊，在那个迦叶城附近，啊，那么因为就是他去迦叶城附近洗那个苦行也在那里附近，啊，都不远了。好，那么就是六年苦行，日食一马。那通常迦叶城南边的优罗平罗村，啊，有一个苦行林。优罗平罗村，啊，我们还记得三迦叶，就是优罗平罗迦叶、迦叶迦叶，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菩提伽耶伽耶城的迦叶，那优罗平罗迦叶、迦叶迦叶，还有一个是什么迦叶？三迦叶，还有一个是木瓜林迦叶城，啊，那提迦叶，啊，啊，三迦叶，啊，一个优罗平罗迦叶，所以它基本上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啊，有一个在这里附近有一个优罗平罗村的苦行人，优罗平罗，优罗平罗啊，优罗平罗村啊，我们写一下好了，我把它写。啊，大概在尼念禅额这边有一个优罗平罗村呢，啊。这里有一个苦行人，很多苦行人，很多修苦行的在就聚集在那边，啊。那么那个时候的三迦叶的那个优罗平罗迦叶也住在附近，啊，大概就是优罗平罗村了，啊，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苦行人，啊，好，就在迦叶，大概在这里，在这边附近吧，啊，好，那他就在那边修苦行。啊，那尼连禅额就在附近，然后后来他再带到迦叶，啊，可能就在迦叶城附近这边了，啊，就在这里附近。好，那优罗平罗翻译做木瓜林了，啊，那三迦叶有一个优罗平罗迦叶，啊，基本上就是住在那里的一个迦叶，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迦叶迦叶，就住在迦叶城，后来叫做菩提迦叶，啊，是因为佛陀在那边成道了，才叫做菩提迦叶。太远也到迦叶，啊，那，还有一个住在那提河旁边叫那提金色，啊，那大概就是这个是三迦叶的，啊，好，那我们先说啊，他在那边六年苦行，啊，他说一般我们说的就是日食一马一麦，啊，他说基本上意思就是他吃的很少了，因为苦行有千百种。啊，一只脚站立，一只脚坐着，不吃饭，不说话，啊，一辈子都不说话，那也是苦行哦，啊。那么埋在头埋在沙里面啊，多久啊？或是浸在水里面啊？或是一天要洗三次澡啊？反正很多种，反正他有很多非常多的苦行。那释迦佛选的苦行就是，可能就是吃很少了啊。这里讲说日食一马，或食一马一米啊，或是一麦。那一马干脆就不要吃了，一马那么小颗，啊，基本上意思是可能就是吃的非常少，啊，接近断食或怎么样。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呢？其实是有可能的。如果你的禅定功夫很好，我们知道他去修苦行之前，他已经有很深的禅定了。你他修苦行之前已经去玉陀罗摩罗子阿罗罗迦那，那你得了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那么一般来说，你禅定的话，你进入禅定有可能就是好几天，通常就是你入定是不用吃东西的嘛，你一入定就不用吃东西啊，入定就不用吃东西。那么出定之后，有时候可能需要吃一点，但也可以维持很久不吃，啊，其实是可以的，啊，那吃的话也吃得少，也不能吃多，啊，那佛陀在修苦行之前，已经有很深的禅定经验了，有无所有出定的经验了。所以照理讲，因为入定有点像动物进入冬眠一样的，它其实是不用吃东西的，甚至到无所有处定四禅以上，它甚至没有呼吸相了，啊，所以到了无所有处定，它甚至它不用像一般的人这样呼吸啊，那所以的话。基本上一麻一脉对他来讲，啊，你说怎么有可能六年都一麻一脉，啊，
因为他多数的时间在禅定里面，啊，那基本上是也是可以的啦，啊，那印度有些瑜伽师甚至也都没有在吃的，有些甚至连喝水都没喝水，但非常少了，这个不容易就是了。那这里有讲到啊，他修了之后发现，啊，四处非道，就是这样的修行，这样的修行不是解脱的因啊。好，我们先，时间到了吗？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他说这个修完六年苦行的时候，他身体越来越瘦啊。你看那释迦佛的悉达多的苦行像啊，因为没有吃嘛啊，所以他觉得再这样下去，那他也只是啊，就是不能得解脱。那从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好好来想，那为什么那么多修行人啊？那释迦佛的经历包括两个主要的两个，一个禅定。那这个禅定最重要的就是非果即果啊，他得了无所有处定，他得了非想非非想处定，他认为这个境界就是涅槃。我们要知道，这个修行的繁盛的最大的差别在断三结啊。我们要知道这个，稍微要讲一下。修行的最重要繁跟盛，繁盛的差别就是断三结，出果就断三结嘛。啊，那么这之前就是有正见嘛，叫做正见真善嘛。那三结里面啊，三结里面。啊，最重要的就是戒禁取，啊，就是应该说最重要的是身见了，啊，这个观念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在修行，那么要注意哪一些，要怎么想？其实最重要的是佛法的观念，啊，那么这些观念你如果没有具足的话，你很可能以为在修行，其实不是；你很可能以为是持戒，其实不是。你很可能以为是解脱，其实不是，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释迦佛可以给我们就是学习的地方啊，要从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比如说，最重要的是身见，你只要断身见，你就是圣者；你没有断身见，你就不是。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界定。好，那所以我们的不管你读什么经、读什么论、修持戒、修定啊，这个做什么样的修行方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都是要断身见，即使念佛也一样，啊，即使念佛，上次我们讲过，你念佛得念佛三昧，也是要后来还是要观到这个心，啊，那么是虚妄的，还是要断这个身见，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但是在断身见之前，在断身见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释迦佛为什么当时他去菩提树下离了这个他，离了阿罗罗迦兰，离了这个玉陀罗摩罗子，那么离了苦行之后，他去菩提树下，他可以成道。如果换作是你，你去菩提树下，你去做一年、两年、三年，现在很多人都在菩提树下附近打坐啊，他能不能成道？那为什么释迦佛可以？好，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跟他怎么想有关系哦。好，我们看。断身见底下有两个，三结嘛，三结就是身见，这个是最主要的。但是你要断身见，你必须要先断两种错误的观念。三结就是三种错误的观念哦，啊，这个叫见惑哦，啊，就是你观念上的错误。那么这个观念上的错误你要断，就是不管你怎么观这个五蕴，啊，那你要断，你必须要先离两种错误。一个就是戒禁取见，啊，那一个叫做疑，啊，这个就是三结嘛。疑是什么？对四谛有疑。就是你不能确认四谛的道理。好，那这个两个很明显就是你没有正确的，你没有错误的修行次第观念。你没有，你有正确的疑，就是四谛，就是正确的修行的观念，苦集灭道，要从那个苦因，苦集灭道嘛，苦，你要解脱嘛，你要超越，你要度脱生死啊，你要解脱，那你必须知道苦因，苦因是什么？那你要知道这个对治苦因的方法，次第修行次第是什么？那你要知道这个灭就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涅槃，那么你不知道你就不能得解脱。好，那我们说释迦佛最初
最初去拔切婆那边，刚才有讲，去拔切婆那边，他发现这样的修行是不能解脱的，无有是处。好，那他去修禅定，禅定你看哦，啊，我们写在这里好了啊，等一下好。那么戒禁取戒，什么叫戒禁取？戒禁取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戒禁取最重要的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好，那从释迦佛修行的经验来看，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就是瑜伽，刚才我们讲，一个是瑜伽，一个是苦行。那么瑜伽是靠修定，让心不起念。你到了无色界定，那个心是很极静的哦。那个是不起妄念的哦，但是它并没有断啊，它的因没断啊，所以这样不是涅槃。你到了无所有处定，你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定，甚至有些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就认为得涅槃了。有些就认为哦，得初禅就得出果，或者得四禅就得涅槃。那有些得无所有处定就认为是涅槃。所以释迦佛当时还没有真正的解脱，也没有见谁知道。因为还没有人解脱过，或是大家都认为这样就是解脱，所以当他去跟那个阿罗罗迦兰修无所有处定的时候，他已经到无所有处定了。他告诉他，因为他为什么去？因为他告诉他这个是解脱者嘛，所以他去跟他学的时候，他也依他的方法得到了跟他一样的境界。那么如果是你，我们现在来好好讲，如果是你，你在那个时候你去跟一个那么功夫那么好的人学。那么他告诉你，你这样就是涅槃了，那你是不是会相信？你肯定会相信。现在也很多人是这样啊，啊，告诉你真的出果，不是有很多说气的吗？啊，告诉你这样真出果，告诉你这样是恶果，告诉你是什么？你也相信啊？那你为什么相信？因为你也不晓得出果是怎么样啊，啊，那所以，那他为什么不怀疑？释迦悉达多为什么会怀疑？那你要好好想这些事哦，啊，那他再去跟那个玉陀罗摩罗子修的时候，更高一层了，到非想非非想处定，啊，那这个是释迦佛修过最高的禅定了，有没有再更高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他修过最高的禅定，所以一般来讲，定就是九次地定，最高世间的定最高就到非想非非想四禅八定，再上去就是出世间的了，灭尽定了啊，通常是这样。那这个就是世间最高的定了。那有没有更高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一般来讲，释迦佛修到这个是最高的了。好，那你看哦，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哦，无所有处定，所以有外道涅槃嘛。那么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就是涅槃哦。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非果即果。你现在这样的成就，并不是真的解脱。那有没有这样的？有，像很多人啊，那么受到鬼神加持，那么见到什么，啊，他就认为，他成就了，啊，很多是这样的。因为修行，我告诉你，你只要用功，你只要专心，只要持续用功，多数，我这样多数都会有境界。那你如果不能分别这些境界，你很容易非果即果，真的。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啊，非果即果，一个就是你可能会被这些天魔外道拖着走，第二个就是你就持续了，你就在这里，因为你已经觉得你已经是无为了嘛，无上了嘛，到这里你到顶点了嘛，所以你就不会再往上哦，那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得解脱，因为你以为这个就是解脱了，啊，就是你要去到哪一个地方还没到，但是你以为到了你就不会再往前走了嘛。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个观念你没有先，就是说你有错误的观念，就是你要先了解那什么是真正的解脱。那在当时还没有所谓的把烦恼断尽得解脱这件事，还没有啊。那什么是真正的烦恼？我见是真正的烦恼，这个当时还没有人这样说过啊。所以释迦佛心里面在想，他怎么观察的？怎么知道这个不是解脱？玉陀罗摩罗子跟阿罗罗迦兰肯定会跟他讲，你已经到达跟我一样解脱的境界了。他告诉他，这样就是解脱。释迦佛他也不知道什么是解脱啊，他没解脱过啊，但是他为什么会怀疑？
他观察自己的心，他觉得这个还不能解脱。好，这是第一个。所以他在瑜伽那边先知道这个不是解脱，所以他才会往前嘛。他从玉陀罗，如果他在玉陀，如果他在阿罗罗迦兰那里，他认为这样是解脱了，他就不会去玉陀罗摩罗子那里。为什么？那个更高啊。那他如果在玉陀罗摩罗子那里，他认为这个就是解脱了，就是涅槃了，他就不会再去哪里，再去修苦行了。好，那所以这个是非果即果，他没有离非果即果啊。非因即因呢？非因即因就是什么？苦行。苦行，他认为苦行因苦而死，或是你一直修苦行，到最后因苦而死，你就得解脱。所以你之所以能够解脱，那是因为你一直修苦行磨练。他让苦行也有一些禅定哦，啊，因为他能够忍耐，那也不了不起。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是一业来受报的，你是一业来受报的，啊，阿维苏之后就是一业有轮回嘛，阿维苏之后就是讲一业有轮回。那我们这个轮回的身，六道的五道的六道的这个报身，这个叫业报身嘛。这个报身本身就是业报身，啊，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业报身。那你必须要受苦。那么你比如说我杀生短命多报完了之后，我杀生的业就没有了吗？就是受完了啊，我的罪就没有了，啊。好，所以变成说你要不断的受罪，不断的受罪，把你这个业磨完。那等到你业磨完死了，那你就解脱了，你没有业了吗？他是这种观念哦。那这种观念对不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哦，我一直受苦，哦，有些人就是我一直被欺负，然后我就是消灾消灾，我就消灾。啊，那你欺负我越严重，我就消灾消得越快，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哦。啊，我就一直受苦，一直受苦，我就一直怎么样，消业报，消业报，消业报。啊，所以人家骂你，替我消业报，人家骂你可以帮你消业报吗？啊，不一定哦，不是这样的哦，这种是错误的观念了，哦，这种叫做非因即因哦，这种叫非因，就是你这种观念，就是我现在受苦，我现在多受一些苦，我以后就少受一些苦。我这一生把所有的苦都受尽了，我来生就不用再受苦了，或是我以后就不用再受苦，我都得解脱了。这种其实在我们佛教界很多种观念都非因即因哦，啊，就是说我这样做其实不能，并不是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就好像说，哦，我现在诵经给谁，然后谁就可以得利益，这个也是非因即因哦，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方法其实不能达成那样的目的，啊。但是比如说苦行就是这样啊，所以他离了。他在释迦佛在瑜伽师，就是他据说是苏人修禅定的，啊，修禅定的啊。刚才我们讲他在这个禅定里面，他没有非果即果，他不认为这样的境界就是解脱，这样的境界就是涅槃。好，那他也不认为你这样修行最终可以得到涅槃，这样的苦行他用了六年苦行。那照苦行者的理论来讲，你要这样修，修到死你就得解脱。那释迦佛如果信了，悉达多如果信了，他修到死能解脱吗？不能。所以我们稍微要想一下，我们现在修些这些什么，告诉你你就这样修就好了，那么你最终就可以怎么样，是一定可以吗？那很多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是非果即果，就是非因即因，非因即因的比较多，就是这样的原因，这样的修行其实不能达到那样的目的。那这个就是你现在所达到的目的不是究竟的目的，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并不是真实的，你现在拥有的境界它不是真实的，你到达的目的不是究竟的。那这两点你一定要先有，所以这个是戒禁取，你这个没有断，你这个没有断，对四谛就不可能有了解。你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你就不可能去找到一条正确的路。你如果把错误的路当成是正确的路，你就一直在错误的路上，你不会去找正确的路。好，那你知道这个错误了，并不代表你就知道正确的路在哪里哦。你已经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方法，可是不代表你就知道正确的方法在哪里哦。就好像以前发明这个电灯泡，哦，用这个铁丝不行，用这个铜丝不行。他知道这个不行，不能发电，但不代表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发电哦。
啊，所以他还要再研究，不断研究，后来才找到巫师嘛，啊，所以这个一样哦，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哦，你要先知道这些是错误的方法，然后再去了解什么是正确的方法。正确方法就是四谛嘛，苦集灭道，苦一定有苦因，你要去把那个苦因找出来。那佛陀已经跟我们讲了，苦因是什么？苦因是烦恼。正确来讲就是业，那业的因是什么？烦恼。烦恼的因是什么？我见我爱，就是这个。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下手。那么如果你的修行方式是不是对治烦恼的，不是调伏烦恼的，不是断除烦恼的，这些全部都是非因即因，全部都是非因即因哦。如果你的修行方式最终不是要预防烦恼的、对治烦恼的、调伏烦恼的、断除烦恼的，那么这些都是非因即因。如果你所得的境界，你所得的境界没有跟缘起无我相应，这些都是非果即果。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你如果不是这样，你以为的修行其实不是修行，你以为的境界不是真实的境界，不是究竟的境界。那很多的不管是在家出家都会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就没办法了，在这一点就跳不过了。持戒的、修定的、念佛的，那么一样哦，都在这里跳不过哦。所以这个戒禁举系是很重要。那我们从释迦佛，从释迦佛最后成佛之前，到底他是怎么跨过那一些坎的？如果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是我们跟这个老师学，老师说哇，你如果你也得到了非想非非想，不要说非想非非想啊，你得了四禅，那有一些境界，他就告诉你，你得解脱了，你信不信？这个都是你没有过的境界，他很多人就败在境界上哦。很多人拜，因为他之前没有这种观念，所以他在这个境界上，他就我们叫做得少为足，以非为是，那麻烦了。这个叫做戒禁取，非因即因，非果即果。释迦佛，你看释迦佛这里讲，他后来去成佛，他先跨过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然后才又去菩提树下，那么了解从缘起里面，缘起跟四谛是一样的，了解人为什么会有生死。那以他六年苦行重戒，那么那他还有禅定的经验，定戒定依定在发挥，那么依会就得解脱，就我们后来修行就是依释迦佛这样修行。好，那这个其实很重要，那么他再去了解这个生死的因是什么，所以就把什么我见断除了，知道生死从哪里来，从无明，无明是什么，只取有这个身，那么就不断的造业，然后他在观察自己，发现到他已经得解脱，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他现在的观察跟他在得禅定的时候观察，他苦行的时候观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那种会思维，所以叫做如理思维。你不会思维，你只是听，或者是说，哦，大家跟你讲，哦，你这样就对了，或怎样？你看，不要讲什么，讲央觉摩罗就好。央觉摩罗跟着一个师父，后来因为央觉摩罗的师母很喜欢央觉摩罗嘛，那央觉摩罗当然他哪里可以跟他师母这样，所以就拒绝他。那个师母就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就回来跟他的先生，就是他的师父，诽谤央觉摩罗，说央觉摩罗啊骚扰他怎么样怎样了。他的师父就很生气，他也没有去问啊。你看这个师父也是，他也是跟到二知识了啊。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很有名啊，哎，佛教界很多这种哎，我告诉你真的啊，你有时候跟错人，而且你跟错人又没关系，你又死心塌地，又很虔诚。我告诉你，虔诚不是解脱因了。你不要只是虔诚啊，啊，你是要依佛出家的，你不是你依你师父出家的，啊，真的啊，你要依佛出家。那释迦佛，你看他就会要我们叫做要如理思维。你看央觉摩罗就好了，央觉摩罗后来他的师父就很，他也没有去问清楚，然后他就认为央觉摩罗这个人品性不好，所以就故意给他错误的方法，跟他说你不是要修道吗？好，那你要修道要准备修道的这个法器，就是什么人骨念珠嘛，人的骨头串起来念珠嘛，啊，要他去收集这个人的这些指头，收集到多少颗了啊，那么他才可以修道啊。你看他不会想啊，他央觉摩罗想说
好，那他为了修道，他为了修道奋不顾身的，这个精神是对的哦。为了修道不惜生命哦，但是他不会如理思维啊。那这样真的可以解脱吗？解脱的因在，因为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样解脱啊。老实讲，啊，大家都在找嘛。但是你会思维，不会思维，就有关系哦，真的，啊，那我以前也曾经跟过了啊，就是类似啊，这些有的没有的，但是我发现这样对吗？好，后来我思维一下，这个有风险，这个不要，我们就离开了。那这种其实佛教界是蛮多的哦。那重点我们一定要先培养如理思维的观念，你要有正确的观察。你不要说哦，大家说就尊重权威或尊重传统或尊重什么，不是，尊重是尊重，但是你要能够分别，要如理思维。啊，那种说想说这样对不对？你看他师父就叫他去砍人，砍到最后大家都怕他，都躲起来了，只有他妈妈来找他，连他妈妈都要砍，为什么？他为了赶快完成修道的这样的功夫哦。你看他不会想，如果是佛陀，他绝对不会，啊，因为他会想，这样的观念。是真的可以修道吗？那道是什么？他有没有违反道的这个理则？道的理则又是什么？很多东西要仔细想的。你看释迦佛，为什么他跟了这个毗陀罗摩罗子阿罗罗迦兰，他们的功夫那么好，你要修到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那个不是简单的呢，啊，基本上如果你用功一点啊，初禅、二禅，基本上都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但是你要说到无所有处定，那个就是要更上一层了，到无色界定，那个功夫算很好，那个心是很极静的了，而且多数会引发神通哦。那你如果遇见一个师父，禅定功夫非常好，那禅定好的通常持戒都还不会差了，因为他持戒差，他不可能得禅定了，你知道哦。那所以他持戒，他就是禅定好的，通常都是少欲知足了，他离欲才能够到色界嘛，通常是这样。如果你现在遇见一个师父，他不太重视世间的离欲，那持戒算清净，那么禅定功夫又很好，又有神通，他跟你讲的话，你肯定100%相信哦，对不对？啊，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吗？释迦佛悉达多当时，我相信他有跟他讲，你已经得到解脱了，但是他为什么？如果他相信他的话，他现在就没有佛了。所以你想想。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都不相信，但是你要如理思维一下，要观察一下，要知道一下。当然如果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老实讲，因为那个又牵涉到过去生的，啊，那么但是现在佛陀告诉我们了，什么是解脱的境界？不疑不惑吗？不忧不悔吗？啊，然后不忘不思吗？那么这个是这样啊，解脱了三个境界啊，啊，就是你对于世间发生的事，因为你知道一切是缘起的，你不会疑惑，你对于你所学习的佛法不会忘失，你对于过去发生过不管怎样的事你不会忧悔，你要观察你的心常常处在平静当中，你对一切的境界没有疑惑，没有忧悔，你对于你所学习的佛法不忘不失，你的观念非常正确，你的心一直在平静当下，那么你要好好的观察，你才会知道，我学的是不是佛法哦？好，那这个是不是解脱的境界哦？你看后来央觉摩罗甚至要杀佛，那是因为他过去有善根呢，佛知道了去度他呢，如果他过去没有善根，他现在就在地狱里面了，对啊，杀母杀阿罗汉啊，杀佛，他杀了母亲之后就没有杀佛了啦，但是他只要杀了母亲他就会堕无间地狱哦。那佛陀知道如果他把母亲杀了，就算他有善根，他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得解脱。就算他的善根成熟，但是因为他的母亲杀了他，这一辈子你只要犯了忤逆，你这一辈子就不可能得解脱，至少要下辈子之后了，因为地狱起来就很久了，一辈子地狱就很久了。好，所以佛陀知道这个央觉摩罗善根成熟，他才去度他哦，不让他杀母亲，在他杀母之前出现，那么他可以不用杀母亲，他就不杀母亲嘛，所以他去杀佛嘛，可是他杀不到佛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是戒禁取，我们发现到这个，在这个佛教界，其实我可以这样讲，真的，多数的人都是戒禁取，多数的人哦，非因即因，比如说我送一部《地藏经》，然后就可以超度谁，你这个行为并不能达成你要的那个目的，
你现在这个行为并不能达成你要的那个目的，这个就是非因即因。你现在做这个事，并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这个多数都是非因即因哦。那我们如果这样养成习惯，凡事不会想，反正大家都这样做，以前就这样做，啊，那谁谁谁很有佛法，很有知识，他也这样做，那你就跟着这样做了。做久了，你就养成非因即因的什么习惯。你一旦有了非因即因的这种概念，就是你养成这种习惯，你就不容易得解脱。为什么？你戒禁取不会断，戒禁取不会断，你不会去找到，你不会去找到正确的解脱因哦，正确的方法。因为假设说好，假设说好，那你要帮助哈，假设你要超度谁，或是你要让谁得到利益，好，那我就送一部经给他利益。你认为这样就有效，你不会去找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啊，你就养成这种习惯啊，啊，就这样做就好了。你就不会费时间费精神去找一个大家都不在做的，你就不会去，大家都走这条路都可以到啊，都我就顺着大家走就好了。可是那条路不能到啊，啊，你也不因为你走这条路，你就不会走别条路嘛。那你走了错误的路，你就不会去找正确的路嘛。如果你认为它是正确的，或是你也不知道正确在哪里，完就跟大家走，要错大家错吗？那你这样的观念是不能解脱的，你这样的观念没有办法离开你原来的错误，然后获得后来的正确，然后达到你真正的解脱，没办法。所以你看三劫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戒禁取，你看佛陀就是断了戒禁取啊，所以他告诉你啊，第一个要断三劫，戒禁取，然后对佛法，后来佛陀有讲嘛，佛陀跟五比丘讲四谛啊，他告诉他正确的方法是什么。那第一个当然他也跟他讲两中道嘛，离苦乐两边嘛，我们讲的自凡苦事，后来佛陀才会这样讲，自凡苦事，是是非神现法。你看苦行这个神现法是什么？不是解脱法，无意相应，没有意义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事啊。就是说你这样的做其实不能达到那个目的，不正思维，自苦其身而求出离，永无解脱，非因即因。那么禅定你有一些功夫，你有一些功夫感应得天神加持或怎么样，你以为这个就是解脱了，这个就是涅槃了，这个就是修行了，我告诉你不是，不是哦。提婆达多也有神通啊，有神通的多的是，放光你以为这样就是有智慧了，不是啊。你以为这个你诵经之后这个窗户现法轮就表示你得智慧了，没有，不是。天神跟鬼神相应的东西很多，但不代表跟佛相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修行都落在哪里？非果即果，非因即因。有了一些殊胜的啊，落下舍利子了啦，啊，这现这个法轮了啦，啊，那个天有异象啊，你着重在这里都是什么？非果即果，有异象啊，有异象啊，那代表什么？那真正的神通，不是能够移山倒海啊，那么飞天入地，不是。真正的神通是有智慧，明了一切的境界，不为所动啊。那么你不了解这样，你都在这个世间的境界上啊，这个见到佛放光啦 啊那见到法轮啦、啊、见到什么啦 啊窗户啦、啊、什么，反正一大堆啦，然后这一些你没有用在内心上面，那你很容易变成非果即果。你看哦，这个境界真正的殊胜在你的心没有烦恼，有智慧，而不是在外在的境界怎么样变化眼花缭乱，这些不是的。就算这个人有他心通，也不代表这个人有肉尽通啊。但是你不要被这一些境界所什么所迷惑，你如果容易被境界所迷惑，那个叫做你就落入所谓的非果即果的错误里面了、啊、那所以这个一定要先断。那大部分的修行人在这一关就过不了了，真的，我看的大部分这一关就过不了。那
对，因为你都是错误的方法，你不会去研究真正的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十二缘起、中道、无我，你不会去研究缘起、缘起四谛、中道、无我，这个是最核心的概念，你不会去理解。你看有多少人理解这个东西？没有，很少。所以你这样知道了，你才能断生见，断生见了之后，你才是向解脱、哦。就是我们通常讲嘛，向善、向上、向解脱嘛。那多数的人只做到向善、向上而已哦，离恶嘛，离三恶道，然后离什么？离欲，但是没有向解脱，没有出三界，啊，只出三恶道，就是离而已，还没有真正出，啊，那没有向解脱。那重点向善、向上都是为了向解脱、哦。那你真的要向解脱，你一定要离界进取跟离。就是对四谛要有正确的理解，那么从这个方法你才能断生见，要不然你是不可能的。你都不晓得你要断生见，生见就是我见嘛，你没有从我见下手，那要断我见，先要除烦恼，先要离三恶道，要不然你没办法。那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是从这个释迦佛，从释迦佛，那么这个修苦行之后，舍苦行，那前面他舍了这个非果即果，这里又舍掉非因即因，然后他在菩提树下好好的思维，利用他过去得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力量去思维，是为什么？思维缘起。所以一般来讲啊，你说这个佛在菩提树下，那么留心戒赌，一般来讲，你看他有些人就是很离谱，他说赌留心悟道。睹流心悟道并不是见到流心开悟，没有见到流心开悟，我们不见很多了。啊，在有些人，像有一些人，他说他已经成佛了，因为他在梦中也是睹流心，就是佛陀不是见流睹流心悟道，佛陀是见缘起悟道啊，只是说那个流心划过的时候，他看到了无常无我，看到了缘起法，只是这样啊，佛陀是见缘起而成佛。所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他是这样的，所以他才把成了佛之后，他才把他的修行经历，然后他所理解的归纳出来四谛、缘起、中道，他讲这个啊，啊，所以对五比丘他就是这样讲啊，啊，那我们现在没有，啊，我们现在通常都在戒禁起戒里面，多数哦。我发现多数都是这样，非因即因的特多，非果即果的，就是你很用功，也有一些人你很用功，用功到你身心有一些境界，那么你就认为你已经到达某个程度了，啊，你已经得到什么了，啊，甚至就开始帮人家受记了，啊，就证出果、证恶果，啊，你是什么，就开始这样了。那这个怎么非果即果？你一旦在这里，你也不容易脱出去，你就认为。啊，我的境界殊胜怎样怎样？那你没有从佛法的角度上真正去了解，啊，无我的概念。好，所以这里讲舍苦行处到菩提树下，啊，就是他舍去这个苦行啊，其实就是你看这个就是断了非戒禁取戒了，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那所以我们三解就是这样啊。然后到菩提树下，这个菩提树其实是毗波罗树。那我们要说累劫的苦行非涅槃因呐，啊，就好像《大般涅槃经》的，啊，那么，所以其实如理思维很重要，啊，这个树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佛陀出生的时候，佛陀出生是无忧树。那佛陀成佛成道的时候是毗波罗树，那因为他在这里成菩提，所以叫做菩提树，他原来叫毗波罗树。那佛陀涅槃的时候是梭罗树，在两棵梭罗树下，所以叫梭罗双树。
后来这个毗波罗树就变成释迦佛的菩提树，只是释迦佛的而已哦，啊，只是释迦佛的而已，没有不同的佛。在依佛经来讲，啊，不同的佛在不同的树下成佛，所以每一尊佛的菩提树不一样，啊，像未来这个弥勒菩萨，他就是龙华树，就是菩提树。如果你比如说你在屏东在芒果树下成道，那芒果树就是你的菩提树，啊，通常就是这样啊。那所以这个只是悉达多释迦佛的菩提树，啊，在树下成菩提的啊，都叫做菩提树。那坐在那里的叫做菩提座啊，或者金刚座。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那所以这个菩提树其实是毗波罗树。他说到菩提树下坐金刚处，好，我们讲这个金刚，金刚其实就是类像我们的钻石，它通常是世间上最硬的东西。那据我们知道，这个最硬的大概就是像金刚钻啊，就是这个是最硬的。好，那么大智论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应该是这样，因为他坐此座上起金刚预定啊，就是要成佛之前啊，我们叫灭尽，类似像这样啊。那么成等正觉，他坐在这边成佛，所以他坐的地方就叫金刚座啊，其实是这样啊。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说啊，他说这个是他原文不是这样，但是我把它整理起来写的了啊，就是说这个地我们这边世间的地是业报的依报嘛，这个叫正报，那这个世间是依报啊。那么这个是共业所成的，这个地是共业所成，所以它是众生虚狂，众生的业报都是虚狂业啊，这是业报所成就的地，不能举啊，不能承载啊，啊，举就是他坐在上面嘛，举不能承载菩萨成佛时实相的智慧身，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释迦佛要成佛之前，他坐的那个地方就变成金刚了，啊，要不然会陷下去了，他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到大智度论在解释东西的话，会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啊，来说明了。好，啊，这个是所谓的金刚座啊，金刚座。那后来就会很多人啊，觉得那个地方磁场特强，啊，当然佛成道的地方，当然它有一定的力量在，啊，但是真正的磁场在哪里？在法，在内心跟法相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它不是在特定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有些人会觉得。啊，哪里的观音菩萨比较灵感？啊，那哪里的地藏菩萨比较感应？啊，就普陀山的观音菩萨最灵感，所以要拜观音菩萨，要获得观音菩萨的加持，最好到普陀山去。啊，那如果要地藏菩萨，啊，那么要到九华山去，啊，就会变成这样。那你要成佛啊，最好要到菩提树下啊，那么在那边坐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重点是法，重点是法。所有的力量来源都在心，了解这个法，心通达这个法，心跟这个法相应。那所谓的法，就是缘起四谛中道无我，啊，那你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如果离了这个，离了法，你就是天天坐在菩提树下，你也不能成菩提，啊，是你只要有了这个法，你坐在哪里，哪一棵树下，哪一棵树下就是菩提树下。哪一个地方就是金刚座，你所在的地方就叫道场，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你不要就是到处去找一个可以加持你的地方，啊，可以保护你的神，啊，没有，真正保护你的是你对法相应，你跟佛法相应，啊，啊，你一定要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就是你所做的这一些，你每一天所修行的，都在减除你的烦恼。增长你的智慧，增长你的戒定位，这个是比较重要，尤其是智慧啊。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持戒再怎么清净，你禅定功夫再怎么高，到非想非非想，你也不能得解脱。你看那些苦行外道，持戒持得可清净了，他甚至怕误杀众生，每天出门都戴口罩。他戴口罩不是为了防新冠病毒，是为了防不小心虫飞进去，他杀死他。啊，那出门都要带扫把，不是他爱干净，他不小心踏死这些虫蚁，怕杀生，怕误杀。你看他吃的干不干净？吃的干净的，能解脱吗？不能。修定修到非想非非想，能解脱吗？不能。
而且他不能解脱，正是因为他修到非想非非想，因为七一定嘛，非想非非想不能引发无漏慧，他还要退下来到四禅，那到了非想非非想，不能引发无漏慧。那你看，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但是，所以不是你有戒有定，你就能得解脱，不是的。最重要有慧，但是你有智慧，你就知道要依戒依定。你如果有了智慧，你说你有智慧，但你不依戒不依定，那你的智慧不是智慧，你的智慧只是四智变通，三途八难之一。啊，你对佛法的了解，那只是三途八难之一，四智变通而已，你并不能让你得解脱。啊，所以你有一些观念，一定要从正确的、跟佛法相应的，啊，你不要只是多数，你都以为你在修行、你在学佛，其实你都是外道，啊，很多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一下很多，不管在家出家了，修行方式，我们看他的目的，再看他的修行方法，我们就知道很多都是非因即因，真的。那你习惯这样，你就在这个非因即因的枷锁上。你这一点非因即因，你那一点也会非因即因啊，真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说，做金刚处魔王，将十八亿万众来坏菩萨。好，我们再讲这个。第一个，我们先讲魔王；第二个，讲十八亿万这个概念。魔王通常这样说。最早的魔，其实应该在吠陀经的时代，最早的魔其实是像焰魔天的魔。焰魔其实就是炎魔了。啊，我们不是有焰魔天吗？啊，其实就是炎魔了，炎魔天。啊，后来变成炎魔王了。啊，啊，炎魔天就本来是天人的，后来变成地狱的。啊，这个就是一个转变了。啊，然后最早是所谓的焰魔天的魔，啊，那后来佛法里面讲的魔，通常佛教里面，啊，最常出现的，包括从释迦佛从出生到成佛，通常有四个天，一个是啊禁居天，啊，一个是刀立天，一个是梵天，一个是四王天，那还有一个魔，啊，就是通常因为讲这样天魔梵。那天里面主要是刀立天，第四天呢，啊，四王天也有啊，但主要是刀立天，啊，刀立天主，啊，第四天或是第四，或是迦斯迦啊，反正就很多名称呢，啊，就刀立天主。那么魔啊，魔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魔通常啊，魔通常是第六他化自在天的。这个是第二天欲界的，这个都在欲界。欲界有六天嘛，四王天啊，我们这么说好了，欲界、四王天、刀立天、焰魔天。多帅天，啊，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这个是地居天，依地的，其他的都是空居天，依空的空居天。好，那通常天魔梵，天魔梵。阿含经里面常常看到，就跟释迦佛比较有天界比较有来往的啊，基本上都是天魔梵。那天通常是指倒立天，啊，那像出生啊，基本上就是四王天啊，要出家成道了，四王天、倒立天，还有禁居天，禁居天是色界的啊，那么都会了，还有梵天，主要是梵天啊，禁居天。好，那这个是色界，这个是色界梵。这个是欲界，色界有十八天，然后通常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啊，二禅、三禅、四禅，啊，那这个
这个初产二产都是跟净有关的，这个是跟光有关的啊，无量光啊，像三产有一个无量光天啊，不是跟光有关，二产是跟光有关，观音天、无量光啊，那么这一些的啊，那么这个二产有一个无量光啊啊，我们叫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有一个无量光，然后观音天也是在二产啊。然后这个三禅跟净有关啊，清净的净啊，就遍净天啊啊，跟净有关啊。那么四禅啊，四禅就多了啊。那么这个福什么什么，那最重要的是后面有所谓的五净居天啊，它总共有九天啊，前面有四天啊，就是福生天呐 啊然后一直下去，然后后面有五净居天。无烦无乐善见善现色究竟啊，色界顶有一个色界顶有一个色究竟天啊，有些说是摩西所罗天，反正是色究竟天的 啊。那么通常的摩啊是指啊他化自在天，欲界顶摩通常是指欲界顶第六天的天王，欲界天的最上面欲界顶。我们叫做欲界顶，最顶了，啊，第六天的天王，那么也有指色界顶，色究竟天的天王，啊，但通常是指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啊，这个是魔，那魔基本上，啊，它并不是魔在佛教的概念，跟在中国。道教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跟基督教的概念不一样，啊，魔在基督教的概念是比较不好的，形象很差的，都是害人的，啊，那么这个佛教的魔不是这样，佛教的魔基本上你只要不解脱，不超出它的范围，因为他化自在天是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啊，不是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哦，是以众生的快乐为快乐，就是他底下的众生多快乐，他就有多快乐，是这样的。所以他是会尽量带给你五欲之乐的哦，他是欲界，他会尽量让你有五欲之乐。但是这个五欲之乐怎么样？障道，所以魔是障道的意思哦，魔是障道的意思。这个好像我们在第几节之前就有讲过，就前面有讲过。魔在佛教里面，魔有四种嘛，五阴魔对我的执取嘛，啊，这是最障道的，对，就五阴这一生，我们会对这个我会本身会让我们我见我爱，五阴魔，然后怎么样死魔，死了我们不能修行嘛，死魔，然后是什么烦恼魔，你看，他通常是五蕴，啊，众生对五蕴有根本的执取嘛。啊，然后死魔，死了你就不能再修了嘛，你就告一个段落了嘛，他会障道，然后什么烦恼魔，烦恼障道嘛，这个是根本的，然后最后才有所谓的这里，啊，他化自在天天子魔，通常是天子魔了，但也有少数是指色究竟天的。好，那以这个为魔，以这个为主了。好，那这个天子魔。天子魔不是像一般的说啊，会让你怎样怎样，它其实就是魔，通常会有两种方式，像释迦佛成道也一样嘛，啊，它不外乎就是威胁利诱了，但是它基本上并不是说你要修到它伤害你，而不是，啊，它通常就是这两种方式，告诉你。我有很大的利益，你听我这样做，你会有很大的利益。告诉你，你如果不这样做，你会受到什么损害？什么损害？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这个魔，像他化自在天的天魔，啊，他基本上，他并不是要伤害你，不是，但是他伤害你修行。如果你要求解脱，他怕你得解脱吗？因为他的快乐就是多数的人因他而快乐，他就快乐。那么如果有人要出他的范围，他就那种快乐感会减少，啊，所以他不让他
不要让他出这个他的范围了，啊，所以他就会障碍你。那障碍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威胁，一种就是利诱，啊，就是你不听我的话，啊，我就让你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听我的话，能让你拥有什么拥有什么，啊，其实是这样的。那这个是所谓的魔，啊，那魔王，那通常是指欲界天的，欲界天的第六天，啊，那我们把这一些先看完。他说将十八亿万众。那十八这个概念其实不是数字的概念，它是表示很多的意思。那在印度里面那个数字比如说七，七是一个圆满的概念，循环七啦、十四啦、二十一啦啊，那么还有啊，比如说像十，华严经喜欢用十啊，那像这个数量多的话，你像华句毗经，他很喜欢用五百啊，五百什么五百什么五百什么啊。那或者是像八，八也是有些人常用啊，八万四千啊，八百啦，啊，八万一劫啦，反正就类似像这样，八的倍数十六，十六的倍数三十二，七的倍数十四，倍数二十一。那这些数字啊，比如说十八亿金，须达多用十八亿金买地，舍利佛年轻的时候跟大家辩论，那个众。底下的人有十八亿，啊，那这个十八亿这个概念，第一个十八它不是一个数目字，它是一个概念，一个形容词。第二个这个亿啊，我们说过这个亿本身啊，那也不是一个精确的数目字。那有些是十万为亿，通常是十万为亿啊，啊，或是百万，或是千万，我们现在是万万为亿。啊，就不一样，不是我们现在亿的概念，不是十八，也不是真的有十八啊，不是。比如说这个村很大啊，在经典里面就常讲这个村很大，这个你就是这个村非常大，有十八亿家啊，就是说那这个十八亿也不是真的就是有十八亿，不是，它就是形容词而已啊。所以他说魔王将十八亿众来坏菩萨。那通常都说魔王有三个女儿，通常这上次我们也有讲过，但是也有说有四个女儿的啊。那这个我们在因为时间到啊，那就是佛要成佛之前啊，有经过一个所谓的降魔的过程。那我们说，其实降魔的过程，它主要在反应上你的烦恼，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的烦恼。所以魔王三个女儿是你烦恼的层次啊，那这个十八亿是形容你烦恼的数量啊，非常多，十八亿是形容多。好，那因为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有一个降魔的过程啊，那么降魔之后才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降魔最主要的是智慧，所以他说啊，他说这个菩萨以智慧功德力，功德就是作用，以升起这个智慧，然后把这个烦恼，尤其是最根本的烦恼，叫做我见，断除了，啊，那么才见缘起，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么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